弹性这么大，几乎可以穿到两个我了，所以大家也不用再问 SM 到 XL 完全可以驾驭，来孕妈咪也可以驾驭。这一次我觉得很漂亮的是它做的是单层式的压折蛋糕，所以让你会觉得整个人是瘦瘦的。还有这一次的长度我觉得跟之前的长度很不一样，因为天气冷了可以加靴子，你还可以露一点点脚踝，它是有磅数的那种微弹力的料子，料子非常的好，然后完全修身不显臀，还有它的压折我觉得很到位，因为裙子真的不好买，好，尤其是这种散裙，然后又要穿得好看又要修身笔直，我觉得真的不多。如果黑裙买的腻的粉丝，当然黑裙我觉得相对瘦，对，但是黑裙你已经好多好多了，你买腻了，你真的要买小安身上的颜色，这个颜色非常的好搭衣服，你看我这个毛毛背心也可以搭，对，它是有一点点就是伪装卡其色焦糖色那一挂的颜色，对，但它其实不是，它是藕咖色，非常的漂亮。这件裙子的话基本上一年四季都可以穿，因为它的料子的话虽然有一点小磅数，但我觉得夏天穿这种长裙以厚薄度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，所以呢大码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的购入哦。